欢迎来最新新闻的现场，新闻继续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的是发生在日前哦，在阿里山特富爷部落的铁皮厝主体火烧事件，造成厝主一对翁仔某是烧伤住院。伫住路虽然讲是平安无代志，但是厝内底的经济并无好哦。未来这两个囡仔教育嘛成为问题，所以伫咧十四号上午，去华山地藏庵是特别前往一对囡仔的哥哥所就读的中埔乡和兴国小，捐赠经费，透过校方协助来成立着教育账户，让受灾的囡仔唔免搁再为教育经费来烦恼。日前四月九号暗暝，一把无名火烧毁着阿里山特富爷的一间铁厝，厝主翁仔某受伤严重，目前搁伫住院治疗。当时因的一对囝儿是参加着户外教学，特贵大火，不过因为厝内经济无好，各界是特别关心着孩童未来的教育问题。在十四号上午，去华山地藏庵率领着党干事，特别前往着各个所就读的中埔乡和兴国小，捐赠着五万块的教育基金。看到这个事件，也觉得感到心里也很难过，那又听到父母还在加护病房，那小孩子念书未来的着落真的是忧心忡忡啊。那我们的董事看到，尤其是初级组长，他看到马上去打电话联络，然后可以有一个急难救助，把这个基金先捐出来，在社会来一个带动，雪中送炭，然后抛砖引玉。根据了解，火灾的前后和出租翁仔某的医药费，将透过县政府和阿里山乡公所来协助。你哥哥就读的和兴国小和妹妹所就读的阿里山十二国小，将分别来成立着教育专户，将各界所募到的善款来陪伴孩童作为未来的教育经费。你如果一个孩童募款20万，会使读到高中。那我们会把社会各位善心人士的这个捐款全部存进教育储蓄户，会随着这个孩子持续读国中、高中，一路支持他完成这个学业，也恳请社会大众能够帮助这个孩子完成他的梦想。就读和兴国小一个个是棒球队的新员，担任着外野手和投手，希望未来会再继续来攻球，目标是美国的棒球大联盟。伊也相当感谢社会伸出援手。另外校方表示，校方内也自发性来发起私心的募款，但距离20万的教育基金的目标，也够有一大段的距离。如果各界想要协助哥哥，会再来请孙嘉义县和兴国小，如果要协助妹妹来就学，会再来请孙阿里山乡的十二国小。新闻新闻，大家发电报向彩虹报道。